Stickily!认真了，认真了，我这次采取不同流派，我那个复制骰子流不要再用了，用另外一个新的流派。三个五个这么屌，这点伤害也太多了吧！要不要轰十点呢？不是新的流派是。疯狂连锁店，对，这是新流派，是疯狂连锁店。新的流派。连锁电流，准备开始。用电，疯狂连锁电。直接用这个把那个换掉，换掉。疯狂连锁键一点啊，大锅啊，它可以重置一个甩子，然后打一滴，没有没有，普通啊。棒棒棒棒棒！我刺爆我呢！啊，现在还没有那个齁，还没有那个增值，不该这样打的。这不要，这直接不要，不要了。
垃圾技能直接不要，觉得脏脏我身体。晚上会开课。应该弄多一个大锅的，错了。它是246，那可以推吗？那就是一点啦，一点的话，再生一个大锅出来吧。是无限闪电剑流啊，无限魔法剑，无限魔法剑。这个魔法钥匙正是我需要的，完美，完美！我的套装快要凑满了。哦，是。好啦好啦，学一下，反正六也没东西。对啊，
认真。 烧毁，魔法剑无限流，砍砍砍，快死！还需要一个补血的，补血技能呢。 老鼠哦，增加一层中毒。这个老鼠升级是什么？ 如果是升级是什么？魔法钥匙、一拆尾二都没什么用哎，搬钥匙都没什么用哎。进推减一啊，六。 都还有进步的空间呢。对啊，可是六不一定会开成33呢。不软长龙。六如果一开始放在右下角那个升级栏位，让第二回合直接多一颗骰子，是还不错了。我看一下这个老鼠的升级有没有。哦，投出一个新骰子3以上，是不是？ 大哥，开搞，不要的都弄掉，尴尬，这其实可以用。
痛啊、哦！棉花糖哥哥。痛啊！要死人啦！给点尊重吧！六滴呀，没事。不。哎、欸，完美了！我的组合大圆满了，完美了，完美了，大圆满！大完满组合，完美了，无敌，无敌的，生命吸取。哦，我的组合超进化了，超进化！完美了，这个组合不可能输了。无敌了，这组合真的无敌了。啊！哦，尖刺啊！来，哦对啊，吸血应该叫出来啊。不用，不用了。柳条人，这个火焰叫做无限闪电剑呢、啊，这是我现在的新流派无限闪电剑流。臭狗偷回血，教训他。
打爆！轻松屌虐。不用吸，真男人不吸的。明天危急的时候才吸，平常不吸的。啊，错了，失误。这边吸血好像没有加强的效果。哦，四点吗？他跟我互吸啊。击爆！这什么魔法匕首？哎，不用，垃圾。我的大组合已经满满了。高伤女巫流啊，凶暴王直接被我一个屌虐，我不怕他。应该架那个闪电的，那应该架闪电错了。吸吮之术，我已经把我嘴巴张开，等一下准备吸爆它。吸爆，还是不太够呢，这才三怎么吸？没办法吸呢。啊！有危机了！狂吸之术，
血流啊，慢慢来，不急。不急啊，反正我慢慢吸、啊，吸爆它。一直给我这个，给我五要干嘛？敢不敢不给我啊？一直给我五哎、欸！无限吸取流，慢慢吸最舒服。这个凶暴好像血都吸干了。他不又没比我吸得快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组合已经完满了。我要攻击有攻击，要那个，这是可以多一格吗？不用，这是垃圾。开个灯，按。开个灯。这地场地怎么不一样啊？打犀牛，这是我的，我是在准备好吗？懂吗？懂吗？在准备。准备要一次虐他。再打五点，轻轻松松了，痒到不行，不是锁定。好、啊，虐他，拜拜。哎，怎么都没甩子啊？怎么玩？
痛哦，八点是怎样啊？太痛了吧？不要老鼠是垃圾的，绝对零度。进化了，超进化。冰到他失智。绝对零度为什么要两颗四啊？是有病是不是？两颗四我怎么生得出来？太强了，绝对就是我的专武啊！这个组合怎么输？